搬出来了。啊、哦，已经搬出来了。是。太阳没有看到，要到那个角落去。我说你定时间啊，我都可以配合啊。同学嘛，做厂长不是我们同学吗？你活三百岁的时候写日记要记得把我们两个写上去。对呀、啊，我看你这里也是你最长寿的。当你活到三百岁的时候，你有没有想写一个这个什么的？想当初民国103年的某一某，那某一某日记没有那么重要，在观音山。你知道我记得有啊，我记得反正我最印象深就是你去摘掉国旗上学。然后那时候我住校嘛，我觉得那时候就几个，你还有高中有一个叫那个李什么，哎，他也去摘。高中有一个同学也是去，他有去摘六国旗来上下学的。高中嘛，李什么啊、高中的时候你是初中的时候你有去摘过六国旗的、啊？徐海龙有摘。对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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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啊。还有谁？还有谁？高中还有一个是谁？高中好像。我忘了一个底了，我有橡皮，我这样子可以。啊，就是。你们那个小孩子停在外面。对，昨天。我们以前有认识一个叫青旗的哦，两个吉利的，对，青旗了，有两个旗啊，对。